2013年、2014年，杜若不让我来，可惜我现在武功盖世了。庚戌年，你去那边看看，我去这边。是。我就知道你会来，速速随我从后门离开，这里太危险了。师兄，我来就来了，你就让我查查呗。不洗凌迟，你真当大理寺高手是吃素的？今日若不是我当值，你早就被发现了。这不还没人发现吗？我查完就走，肯定不让人发现。我不能把你置于危险的境地，来日方长，以后总有机会。呀，师兄，走，我都。